虎扑10月1日讯，福建队球员王哲林因总分未达标，没能通过新赛季的体能测试。一个夏天都在忙碌奔波的王哲林，没有在节假日停下自己训练的脚步。他在个人社媒上晒出自己刻苦训练的照片。王哲林在社媒上晒出自己前往健身房和通过穿戴设备进行游泳数据分析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王哲林在十分刻苦地进行体能训练。他也在社媒上写道，国庆节等于游泳加健身房，由于未能通过体测，王哲林必须再通过新赛季常规赛第五轮结束后参加补测，通过补测后方可代表福建队出战比赛。在前不久的亚运会中，王哲林代表男篮红队出征并获得冠军。上赛季效力福建期间，王哲林场均得到 20.2 分、11.1 篮板以及 1.9 助攻。